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城卫。Yeah， 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，我觉得，但我觉得我现在还蛮满意的啦。所以能重来的话，我希望就是比现在更好就好了。哦，在现在这个路子继续走，但是如果能重来音乐的路，对对，当然希望越来越好这样。那其实对我而言，如果能重来的话，有什么事情可以重来？就是我希望我在上张宣传期，上张那个明年有本宣传期的时候，不要吃那么多。那我现在就不要有减肥之苦了。如果能重来的话，我是蛮有这个希望的。那如果能够重来，那我要成为一个求生达人。对，因为求生达人，对啊，就是像那种可能，譬如说在那种荒山野岭，国家地理频道那种摄影师吗？也不是啦，对对对。也不是，你说鳄鱼先生吗？不是啦，其实就是能够譬如说在野外能够生活的很好，你说大自然执照的对不对？他不是有生存执照还是？哦，对啊，那个还不好考呢。哦、对啊、哦，对啊，好，还蛮酷的。如果能重来哦，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想要走音乐这个路啦，因为就是音乐，因为我喜欢艺术，对不对？就是应该会从这方面。但是还有一个重点是，能重来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提早晒黑一点。就是小时候就开始，对，小时候就你知道每天往接黑色素，对，每天往海边跑，你知道是说你晒的黑吗？不要这个不要比较好，一直去晒、啊，这个、不要比较好。从小就往海边跑，结果就变成一个冲浪选手，也没有也不错，可是艺术，可是这样可能不会变变快成艺术。